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嚟到收睇 Ask Physio Ellie 健康问 Ellie 嘅 channel 啦。咁今日又做咗一个特别嘅专题，咁好开心啦！今日请嚟咗 Dr. Charles Yip， 咁佢就系一位呢、这、一个chiropractor， 咁其实中文就叫做脊医。咁啊，我哋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很多疑问啊，对 chiropractor 的认识不是咁了解，咁应该就会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 chiropractor 或者 chiropractic care 是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首先我哋欢迎 Charles，Hello Charles，Hello，Hello everybody， 系平时我哋都冇乜时间喺诊所度坐低同即系一齊傾傾偈，咁今日冇噶，好忙啊，走嚟走去噶，太忙啦。咁其實今日係我哋傾偈嘅時間，所以咧你唔使太過緊張。好緊張啊！做訪問嗰啲好緊張嘅，成日都有鏡頭望住我就攬一排。咁其實最緊要我係想問你一啲問題，因為我知道有好多patient 啦，唔好話 patient 啦，就算我有好多朋友咧，佢有時都會問我：喂，你係物理治療師？咁你個診所有冇其他嘅practitioner 喺度？咁我話咁梗係有啦，我有脊醫啦，我有 massage therapist 啦，我亦都有其他嘅運動治療師啦。咁佢哋就問我啦，咁 chiropractor 其實做啲乜嘢㗎？咁不如你講下咧 ，chiropractor 係咩嚟？咁其實 chiropractor 咧係呢個物理治療之間嘅一部分。咁其實同 physio 咧個分別，其實佢真係唔係好大。我哋都係睇翻，都係醫嘅啲關節啊、肌肉嘅問題。咁只不過點解會叫做脊醫呢樣嘢咧？因為我哋其實係會specialize 多啲落去脊骨嗰度、尾龍骨、頸嗰度嗰部分啫。咁就係對於尾龍骨認識係多啲啦，所以我哋嘅手法啊或者嘅即係個認識會係比較好啲嘅，但係你話哦，如果扭親腳啊、扭親膊頭嗰啲，其實睇唔睇咧？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咁其實係睇嘅，因為你係有關於關節同肌肉嘅問題，基本上都會做嘅，所以個 overlap 係好大。不過最大嘅分別咧，點解哦做物理治療或者做睇脊醫嘅有咩分別？其實係個手法唔同。嗯。但係同埋你哋會比較即係鑽研喺脊椎多過其他關節啦。但係亦都唔代表你哋唔可以睇其他嘅位置，你哋都可以睇其他位置。咁當然啦，可能你哋嗰、那個譬如嗰個 specialty 都係喺spinal， 即係頸椎啊、胸椎啊、腰椎啊、盤骨啊嗰啲地方，係咪？係啦，係啦。OK， 咁其實我聽過出邊有很多人說嘛，哦，其實 chiropractor 有很多種的，那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種不同的 chiropractors 呢？它是會有很多種，因為它有些 chiropractor 是會專科去做其他的治療的，即譬如有些ortho 的 chiropractor 啊，會專做一些即 rehab 多一些的 specialty。或者有些是專做 sport science 的，會專看 athlete 的，是不是運動員那些專看那種。那有其他的 chiropractor 呢，他就會只是看 wellness 那方面，就是 holistic 一些，可能會類似一些可能類似一些中醫那麼上下那些那麼東西。會有看看用chiropractor 的手法又去睇埋其他嘢咁樣咯喎，係咪？係啦，佢哋會好似調理身體嗰種啦，調理身體嚇，即係嗰類嘅 chiropractor， 但係即係其實冇問題嘅，佢係唔同類型嘅啫，佢睇啲唔同嘅嘢，佢 specialize 喺唔同方面嗰度。但係我咧本身就唔係做嗰種，我本身就係做多啲或者 sport therapy 啊，或者係general 嘅物理治療。即係腰痛啊，或者扭親條頸啊嗰啲咁樣，嗰啲會我會睇多啲咯。即係或者退化症嗰啲。rehab chiro 啦，係嘛？因為 rehab chiro 變咗。講起 rehab chiro， 即係我聽到呢個 term 好多時，
即係譬如有陣時啲醫生亦都會 request 啲病人，你揾 chiropractor， 你記住揾rehab chiro 啊咁樣。咁即係其實係咪咁？即係你係一個 rehab chiro 咧？係啦，係啦，即係 rehab chiro 嘅，即係個分別就係我會按睇完你嗰啲問題，唔只係會咁做治療、做手法嗰啲咁樣，係會要跟埋啲運動嘅。嗯，所以是会跟我物理治疗有这个相似，就这样了。没错，运动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一定是不可以少得的一样东西。那听即很多的 myths， 我不知道是，即我自己都想知道是不是 myths 来的，定还是是 truth， 是真相，就说即是这个spinal manipulation， 即是好像我们俗称的拍骨啊，都是即是听落去好像很恐怖，很 scary， 好像很惊咁样嘅，会啪啪声嘅，点解？咁其实究竟点解会有声嘅咧？呢、这个咪真系因为你拍到落嗰啲骨度，令到佢 crack 咁样咧？咁究竟啲声又点嚟嘅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咧。問呢個問題，因為好多都係啲聲其實係好，都係幾恐怖。有時你整條頸啊，或者哇係咪會斷骨嘅？其實唔係，因為個力度我哋做嗰陣時咧，個力度唔係咁大嘅啫。嗰啲聲咧，只不過係關節同關節之間嘅儲藏咗好多 gas 喺度啊，即係啲氣，直情係啲氣啦，好似汽水罐一樣。你開汽水罐點解會冷聲咧？因為你係快速咁樣放咗好多氣出嚟。咁關節同關節之間嗰啲氣咧，又係其實拍骨呢樣嘢係等我哋可以等你嗰個關節嗰個 range of motion 啦，即係佢可以喐動翻好啲咁樣俾佢。嗯。咁我哋係要好似係少少分開嗰個 joint， 或者係喐翻好啲。咁你喐嘅時候咧，佢係會有少少嘅 gas release 嘅。嗯。即係話好快速咁樣放啲氣出嚟，咁你會有啲啪嘅聲咯。其實係冇咩嘅。啲啪一聲嘅聲，只不過係啲 gas release 出嚟，係 gas release 出嚟，係啦。Okay， 就唔係話關節可能俾你啪翻埋去咁樣，因為好多人會以為我好似錯咗位，不如我去揾醫幫我啪翻埋去啦咁樣。係啦係啦，好多人都會話我諗錯咗位咁樣，其實如果你錯咗位咧，其實好大劑噶啦。其實如果係啲關節錯咗位咧。你應該喐唔到嘅，可能要去醫院嘅，冇咁誇張嘅，唔會錯位嘅嚇。OK， 即係佢哋指嘅錯位唔係你諗嘅錯位咧，即係佢哋唔係你諗嘅錯位，係啦係啦係啦。佢覺得好似stuck 咗咩喐唔到啊，其實係你啲關節喐得唔好啫，其實。硬住咗你。即係佢哋用錯個 term 就唔應該話係錯位，只不過係可能棘住咗啊，住咗係。硬咗、實咗咁樣，lock 住咗咁樣，咁就可以用啲好似你嘅脊醫嘅手法咁樣去release 佢啊，將佢鬆開佢啊，將啲 gas 放出嚟，咁佢就會舒緩到佢個問題啦。係啦，咁因為痛嘅時候咧，梗係會講誇張啲噶啦，即係好似痛到就係死啦咁樣。咁你唔係真係死噶嘛？係咪？即係歪曬一條骨。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做呢啲叫做拍骨或者叫做即係proper term 係 spinal manipulation 啦？我講翻proper term， 等啲人知道邊個proper term 係咩啦？費事講拍骨啦，好似好恐怖咁。咁你會唔會覺得spinal manipulation 係淨係for 某一 group 人，即係唔係個個都識？適合去做的呢？是啊，這件事其實不是個個都適合做的，所以不是個個走進來我都是跟他扭頸啊，鬆了關節，不是這樣，因為有很多其他的 technique， 很多其他的手法，其他的動作我們可以去做，去幫你解分鬆那些關節去。但是拍骨這件事呢，其實是要我們，所以我要檢查過，做過 assessment， 要看看每一個人是不是適合的，是不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限度，我才可以才跟你做到这件事。因为譬如你有骨质疏松症，你不会这么大的force 这样压下去，因为真的会那些会断骨，是不是？但是你会 assess 过，你会看过他们的病历那些有没有问题的。所以就不是，我不是每一个人看症，不会个个人都会做这件事，你是真的要适合
同埋係適當嘅時間先會做咯，唔係係人走入嚟，即係你走入去睇醫生咁樣，係咪係人都會開呢、這個抗生素俾你食咧？唔係咁，即係要 tailor 咗。哦，每一個人係有自己個 treatment plan 嘅，每一個人係有唔同嘅治療嗰、那個嗰、那個 route 嘅。即係好似我哋咁咯，物理治療唔係每個人行入嚟都會做 ultrasound 啊，做 shockwave 咁樣噶嘛。係啦，係啦，都要睇下佢係咩問題先至揾啱嘅treatment plan 啊，或者 treatment 嘅手法啊，去幫佢治療啦。咁我都知道你都其實同我嘅 practice 方式都幾似嘅，你都會用譬如一啲即係關節移動嘅手法，即係未必一定係下下都係啪啪聲咁樣，可能慢慢咁樣喐下喐下，推下推下，或者會做啲譬如啲 soft tissue 嘅 release 咁樣去幫啲病人去鬆翻佢，即係啲唔係咁舒服嘅地方嘅。好，咁咧。我又有聽過咧啲都幾恐怖嘅故仔啦，又係恐怖嘅。話咧佢即係佢有一個好一個 experience， 但係我其實都唔知佢係真定係假嘅。佢就話佢去做 chiropractor， 跟住就有一個 chiropractor accident。咁我就問佢嚇咩叫做 chiropractor accident 啊？係咩嚟㗎？咁佢就話，佢就話唔知點解做完嗰、那個即係見完嗰個 chiropractor 之後咧，佢好似有個muscle torn 嘅 injury， 即係直情有 detachment from 佢係啦。咁我就想知道啦，其實 chiropractor 係咪真係有即係有咁嘅能力咧，去令到個人係有 muscle 係撕裂咗嘅咧？我想知道有冇咁嘅能力，其實。其實我覺得做物理治療都可以有呢個能力去拉到，睇下你係嗰、那個人係幾大力咯。可能佢真係好大死扯咁樣，但係通常如果你正確嚟講咧，佢又唔係扯佢喎，佢話佢用一個儀器，咁係好似一支槍嘅物體嚟嘅。咁哦 ，OK。咁嗰支究竟係咩嚟嘅咧？其實我都想知道。嗰支其實係叫做 activator 嗰支啊。OK。好似支筆咁樣 click 下 click 下 click 下咁樣。其實嗰個係，其實又係幫你去個作用係幫你去。但係咪真係咁大力咧？係咪真係可以？ No。 即係你喺同一個位置 click 下 click 下 click 咗幾十次之後，係咪真係？咁大力可以令到你啲muscle 係撕裂啊，即係離開咗嗰、那個insertion 嗰個位咧。你做得啱啦，你係唔會，你唔會發到咁多力落去嘅。其實你唔會係唔會令到啲肌肉撕裂，因為呢個係真係係好大力先會發生到嘅啫。同埋嗰啲即係嗰啲咁嘅槍仔咁嘅嘢咧。那個其實不是很大 power 嘅啫，那個點解會攞嗰嚿嘢出嚟用呢？有時我自己不會用那個，但我知道有啲治療師會用嗰樣嘢，係因為有啲譬如上咗年紀嘅，佢受唔到好多力，但係佢嗰啲關節係非常之緊嘅，咁佢就要用嗰啲咁嘅槍去 direct 佢嗰啲force 落去嗰個關節嗰度，幫佢鬆弛每一個關節嚇、但係就佢應該係。嗰、那個即係佢係應該好慢性、好弱嘅啫。其實嗰個 force， 所以應該唔會有咩 problem。即係嗰啲筆仔其實都唔會發出得咁大嘅能量啦，都係一個細細嘅筆仔嚟嘅啫。嚇 ，OK。可能佢自己已經跌親拉親過咁樣。呢個係我都有少少拗頭嘅一個情況。咁我就都想了解一下，係咪真係有咁大嘅 power 咧？冇咁誇張。OK， 係咁另外一個就係、是又係一個 myth versus truth 嘅嘢啦。譬如啲人做完一次spinal manipulation， 究竟佢哋要幾經常性要做呢啲咁嘅 spinal manipulation 咧？係咪有咁嘅需要咧？亦都會唔會話，如果你係咁即係繼續做得多次嘅話，你即係會鬆到啲好細小嘅一啲韌帶啦，即係圍住 spine 嘅一啲細小嘅韌帶，即係令佢鬆開咗之後，就好似你之後就要不停要去繼續 maintain， 不停要去睇 chiropractor， 不停要去係咁做咁嘅 manipulation 咧？
其實是不需要的，即是你做幾次，有些人是、哦、我成日都會去做、因為成日啲即係我呢排喺電腦面前好多姿勢唔好，咁啊成日都會 lock 實咗啲關節位，咁、嗯、啊有啲人咧就自然就哦，我久唔久就自己要去鬆一鬆啲關節位佢，因為佢個姿勢嘅問題，佢坐得唔好，咁、嗯、就 lock 實曬嗰啲關節，咁啊變咗好實啦。嗯，但係如果你話哦，普通一個治療嘅佢，我做過 part 骨呢樣嘢，做過 adjustment， 係咪成日都要做咧？咁就唔係。嗯，因為你基本上冇 addictive properties 噶啦，做呢樣嘢，即係唔會上癮嘅做呢、這個。只不過係同你鬆弛咗冇咁誇張嘅，係只不過係鬆弛咗你嗰啲關節去。咁如果你係要覺得我要做翻嘅，其實係呢啲關節緊咗啫嘛。其實佢係緊翻，唔係話佢鬆咗，唔使成日做，啲韌帶又唔會鬆咗嘅，整到呢、這個。嗯、即係其實就算。你叫啲病人去 follow up 啦，未必係拍骨嘅啫，可能你係只不過幫佢做一啲 joint mobilization， 即係幫佢喐下喐下，或者係鬆翻啲周圍嘅肌肉，就唔係話每一次去都要拍佢，每一次去都要拍佢，因為即係聽到出邊有啲人就會話成日都係每一次去都係拍，咁而且拍嘅時間係好短嘅啫，但係我見你平時。即係幫啲 patient 做 treatment 嘅時候咧，你就唔係淨係做十零分鐘就放咗個 patient 出嚟，你都會嘥，即係都幾有心機嘥時間。每個 patient 你都大概成個鐘嘅 treatment 嘅喎。係啊，因為你做治療咧，你係包括好多嘢嘅。首先每一個病人入嚟咧，佢嗱多數啦都係有痛嘅，佢有受傷嘅。咁你受傷嘅，你會點咧？你係第一。要睇下佢咩事先啦，要 assess 過佢。咁你 assess 完佢，咁就哦，如果痛嘅，你要止痛啦；如果有發炎嘅，你要消炎啦。同埋你要教識佢點樣去喐，因為佢係睇我嘅時間其實好短嘅啫。喺個診所嗰度，我大約你45分鐘一個鐘頭咁樣。咁其實我要係 train 到你嗰一個鐘頭之內，我要 train 到你翻到屋企，你要自己識得點樣去 maintain， 係咪？即係其實係教識你自己點去喐，點樣唔好再受傷。所以有些人哦，點解話哦去啲 chiropractor 嗰度會哦5分鐘搞掂咁樣？其實嗰啲就係 holistic 嗰啲啦，就所以我哋話嗰啲 wellness base 嗰種嘅 chiro 咧。所以你如果要揾 chiro， 即係睇下你適合邊樣嘢咯。如果你想係我淨係想鬆一鬆關節，我淨係想入去五分鐘嘅，你咪揾嗰啲咯。但係好多時如果你係真係要哦做個 proper 嘅治療。我又要去 rehab 翻自己，要強化翻啲肌肉，我要好翻，因為我扭傷咗條腰，我要去點樣去好翻佢咧？你其實係要 spend 啲時間去做曬呢啲嘢咁樣咯。嗯，明白。咁即係話咧，如果真係需要係醫好自己，令到自己唔會再受傷，其實就應該係揾。一個治療師，佢係會全面性咁樣，除咗就係做 manual 嘅 part 啦，同埋 manual 嘅 part 唔係淨係齋啪啪咁樣啦，做好多其他嘅手法治療啦，要加埋呢個 education 啦，同埋加埋呢個運動啦，咁先至係啱嘅喎，係咪咧？係啦。好。非常之好，即係因為同我嘅 practice 方式都係非常接近，所以我係非常之高興嘅。最後一條問題啦，就係有好多人話冇 evidence 去 support， 即係冇呢個叫做研究嘅據理啊，去支持 chiropractic care 嘅 effectiveness， 你點睇咧？呢樣嘢其實～我想那些是說 wellness 那種的、就是說、哦、holistic 那方面他說、哦、我要好像中醫那方面樣去調理身體那種、但是、都不是的因為有很多的、怎麼說呢那些 journal articles 有很多的科學根據呢就是有 guideline 的就是說、譬如叫做一個叫 neck pain task force 這樣的、OK 就是一個、那些 literature 怎麼說呢研究、啊、那些研究研究過呢就是、哦、如果條頸是腸患痛、啊、或者是剛剛整傷的是有一個 treatment protocol 去跟的它是第一、哦、你可以是吃消炎藥
或者我食咗消炎藥，再我你做埋呢個 spinal manipulation， 咁其實係有 evidence 去 show 呢樣嘢。但係 spinal manipulation 咧，佢就唔會寫哦，你要睇 chiropractor 嘅，佢就話 spinal manipulation 嘅啫。咁其實邊個會做最多 spinal manipulation 咧？咁啊，即係睇翻 chiro 咯。係係，雖然我哋 physio 都可以做 spinal manipulation， 係啦，係啦，我都係留翻呢啲俾你噶啦。係啦，所以係有。其實是有科學根據的，因為如果沒有科學根據呢，我上學都沒東西讀了，是不是？你們都好像要讀四年的，是不是？都要讀四年的，是啊。所以是很多很多 literature 去看的，其實，所以是 OK 的這方面。他說沒有科學根據那些，其實是 wellness 那方面，調理身體那些，那些其實是沒有 literature 根據，我同意。但是你說，如果我要做治療，物理治療去譬如你扭傷了條腰那些，有沒有康復，有沒有治療去做呢？其實那些是有 evidence 去幫你做治療的。明白，非常之好。那我都沒什麼問題了，我想我都解答了很多人有的問題。今天很多謝Charles 去解答我們的問題啦。如果有需要想找 Rehab Chiro， 其實 Dr. Charles Yip 是一個很好的 chiropractor， 他都在 CS 穩健物理治療中心有幫忙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check out 我們的 website www.cesphysiorehab.com。 如果大家想獲得更多小知識、健康小知識的話，就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Ask Physio Ellie， 健康問 Ellie， 記得開你的鈴鐘啊！我們下週再見，拜拜。